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Chester 区块链频道。现在是2024年2月26日，我们看一下以太坊又突破了前高啊，现在来到了3100 U。我在十几天之前，在2月14日之前做了一个视频 ，ETH 即将突破前高。ETH 是什么？为什么比比特币更有投资价值？我在这个视频当中详细差不多用了8分钟啊，详细的介绍了啊 ETH 的投资价值，以及我曾经啊 POW 时代的这个 ETH， 我用显卡以及专业矿机挖 ETH。那现在 ETH 转成 POS 之后，那我们现在只能质押获得这个 ETH， 而且 ETH 啊燃烧机制导致它的这个通缩效应，然后导致它价格不停的这个攀升，以及种种原因啊。我如果说大家如果对这一期视频感兴趣，大家可以搜一下我之前的这个视频啊，在2月14日这一期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在这里不做详细的赘述啊，就不做赘述了，因为本期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要告诉大家。然后呢，这个 ETH 暴涨，那肯定市场行情大家都是比较乐观的啊。我们看一下，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好消息啊 ，ETHS。被福布斯网站正式收录啊，这是对这个 ETHS 这个以太坊铭文啊，一个这个相当于就是敲章了啊，就是说认证了，相当于啊，福布斯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平台啊，然后大家可以打开这个链接去看一下啊，这个就是而且福布斯这个 Coinbase 也正式收录了这个 ETHS，Coinbase 收录了 ETHS， 这个真的是太好太好的消息了啊。这个如果 Coinbase 它能收录这个 ETHS 的话，那这个Base 铭文啊也是有可能被这个Coinbase 收录的，这个也是有可能啊，因为这个 Base 铭文啊就是 Base 链上的这个铭文，而且 Base 它是不发币的，那这个 Base 铭文啊，它在这个 Base 链上啊，这个龙头铭文的话啊，它作为这个 Coinbase 这个链啊，这个 Base 链的话，我相信它是非常有机会的，而且这个地板价，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成交这个订单点 orders 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板价啊。地板价的话，我记得之前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之前在二月几号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一个25号，有个0.015的这个地板价啊，应该是这样看啊。你看0.02，其实现在这一个月过去，这一个月的话，其实这个 base 这个铭文这个市场一直啊有几天的时间，我记得对印象当中有个10天左右的时间是打不开的，它是有 bug 还是有什么原因的，然后打不开，然后经过这个协议的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协议的这个他们这个团队吧，然后他们这个处理完之后呢，后来又上线了。你看从这个1月30号开始啊，到2月2号，然后2月25号啊，对，也就是有个23天的左右的这个样子啊，中间是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宕机，然后也就是说它这边的话之后的话，这个地板价你看一直一路往上，这个地板价的话我看一下，现在这个 0.05 了，应该是这样看啊， 0.05 啊，也就是说这个地板价的话应该是你看 0.03 都被买掉了啊，这里是有真实的这个交易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页啊，从2月26号，大家打开这个 orders， 这里有这个有一些大佬可能正在收获啊，也就是说可能他们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可能就已经开始埋伏了。我记得之前这个 base 这个铭文，我之前给大家做过，也是做过一期视频的，大家可以翻一翻我之前的这个视频。我当时做视频的时候，当时是跟这个价格是差不多的，然后在我做完视频之后，那几天是铭文狂热时期啊，在去年年底啊。base 铭文一度来到了 0.3U 啊， 0.3U 以这个 U 为单价啊，一个 base 啊，那他们这个 base 的话它自带这个拆分啊，它不像 BNBS 一样， BNBS 现在拆分工作应该还没有结束吧， BNBS 现在这个价格也是比较硬的啊，BNBS 现在以当前这个价格的话 1.9 个 BNB 1000张，差不多 0.7U 一个 BNB 啊，差不多啊。这些铭文由于这个消息啊， Coinbase 收录了 ETHS 啊，以及 ETHS 被这个福布斯网站收录，那这个直接提振了这个铭文市场啊，那这个铭文市场，那今天可以说是元宵节之后，可以说是正儿八经的第一个工作日了啊，周一，而且是过完元宵节，也就是说春节假期正式结束。那铭文赛道的这些头部的这些龙头铭文啊，像你包括你像这个ETHS， 我就不说了啊，因为 ETHS 它已经这各种利好加持，而且天花板我感觉现在都没有天花板了啊，突破前高也一定是轻轻松松。那随着这个 ETHS 这个暴涨，那其他的龙头铭文的话，我介绍了很多了，你像这个 BSVS， 还有 Shiba S 的话，有个3%的这个上浮，这个3%的上浮其实是怎么说呢，它的这个交易量，因为这个交易量暂时还没有上来啊，这个3%上浮的话确实也是从底面确实也是上来了，只不过说现在的话交易量不是很大，但是往往这个时候确实是抄底以及埋伏的这个好时机啊。
然后就是这个 Run Alpha， Run Alpha 这个比特币它是这个一个符文呢、啊，然后这个库克铭文啊，包括我非常看好的这个 PSBTS 铭文啊，它我记得上次做视频是7U 还是8U 一张，现在又是10U 了啊，也就是说这个参与的门槛很低啊，你10U 就能参与进来啊，所以说这个后面的这个铭文的话啊，肯定十倍几十倍的这个涨幅啊，一张几十 U 上百 U 几百 U 都是有可能的啊，而且用小资金都可以埋伏啊，所以说这个铭文赛道啊，依然还是有故事可以讲的啊，一定是可以有故事可以讲，而且我隐隐约约感觉到铭文的第三波已经来了，这个时候如果说再不上车的话，估计第三波又要错过了啊。然后这个昨天铭文赛道可以说在这条消息这个刺激下， ETGS 被福布斯网站收录，以及 Coinbase 正式收录 ETGS， 那这些头部的一些包括山寨铭文龙头啊都暴涨了，尤其是你看这个Base 铭文可以说就是接近翻倍，就是翻倍多啊啊，你看有小伙伴他只要说把这个地板价啊把它收起来，你看他这个地板价的话是，你看他把这个 0.005 的 0.07 的都买掉， 0.03 的都买掉，那现在地板价 0.03 到 0.05 啊，差不多就是啊，就接近翻倍啊，100%的一个涨幅啊，可以这样理解。但是的话受限于铭文的这个他的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流动性，因为他的流动性不好，流动性很差，所以说你才有可能以一个小资金来博取一个大的收益。你比如说你现在 0.05 现在是3000个 base 铭文是 171U 啊，那你如果说一旦翻倍的话，你看如果说地板被人家扫完啊，我们扫到这个第二页的话，如果被大佬扫完，你看这边的话，你看过来的话 0.1U 很快其实就被别人扫完啊，扫完的话那你直接就是 170U 你就变成了 340U 啊，所以说它这个铭文它就是这样，就是跟 NFT 的一样的，这个可以理解为就是这种一样的性质啊，只不过说它是一种FT 啊，它不是 NFT 啊，它是同质化的一种代币，只不过它的这种发行方式是比较公平的，所以说我依然看好这个铭文的第三波赛道啊，这个社区一定会 form 起来，而且你看这个后面的话这个马上就是 0.2 了，所以说铭文它的这个涨幅非常快，而且它的这个跌幅也很快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自己 DYOR 是吧，做好研究啊。然后的话介绍完这个铭文赛道的这个利好之后呢，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 OneCat， 就是我基本上每期视频都跟大家聊的这个 OneCat 啊。OneCat 的话基本上在这几天啊，从这个 OneCat 的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测试网啊，就是测试网上线之后呢，可以说是一路走高啊，基本上 0.005 到 0.00 接近 0.008， 那基本上有接近将近70%-80%的一个涨幅呢，要接近翻倍了，而且它离突破前高，其实前高的话其实也就是翻个倍，基本上就是突破前高了，突破前高之后呢，上面的话又没有抛压，没有抛压的话那基本上又是奔着几十倍上百倍的这个涨幅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比特币生态一定是本轮牛市的一个大的叙事啊，你看我们这个穆币这个跨链桥啊，也是来了一波暴拉啊，然后他们离前高都是有很大的这个机会啊。那你看 OneCat， 我依然是最看好比特币生态的当中，我依然是最看好 OneCat 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 OneCat 它有自己实际的这个应用。我们我在最后再给大家说一遍，怎么去正确的打开这个 OneCat 的这个它的官方网址，以及找到它的正确的推特，以及进入它的正确的这个 NFT 交易市场。首先，我是用了这个芝麻啊。芝麻的话，然后你这边你如果说你没有注册的话，你直接可以也可以搜的话，你也可以搜到，应该打开 BRC20， 然后点开 OneCat 对吧，然后在这个芝麻里面，这边有个小叹号，这边有个官网，你点击进去之后就是这它的这个官网，这个官网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跟我们之前我们就是一开始入场的这个时候，当时它多了那么多功能。首先当时我们只有 NFT 和 Farming 和Gaming 这三个这个板块，像这个 OneCat 的这个链也没有啊，就是这个测试网的这个链没有，还有我的这个 profile 也没有啊，所以说最近的话，这个它的这个升级真的是项目方一直在可以说是辛苦耕耘，一直在做事情，所以说我非常看好这个项目方，这个项目方的格局也是非常大。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待会儿告诉大家为什么说项目方的这个格局很大。然后你看这个进入它的这个官网之后，正确的官网是这个后缀是 word 啊，然后这边有它的 Twitter， 点一下 Twitter， 这边是它的 Twitter， 进来它的 Twitter 这边有个 link tree， 点一下这个 link tree， link tree 最下方有一个。有一个这个比特币的这个 NFT 在 OKX 上面啊，我们看一下，那这个 OKX 这个 NFT 呢，这个价格的话其实有几个这个 0.00 这个8 0.009 这个挂单，其实很快的话扫完之后就到这个 0.01 了，然后这个 NFT 的话，我认为在这波牛市当中，因为由于它这个 NFT 这个赋能，它一定最终一个比特币 NFT 等于一个比特币，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为什么呢？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项目方式非常有格局，而且
啊，这个 Bitmo NFT 包括 OneCat 一定会最后等于一个 U， 甚至有可能一个 OneCat 等于60 U 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今天 OneCat 啊，他发了一个消息，他说啊，这个 OneCat 这个链早鸟活动啊，早鸟项目啊。下周就要开始上线了啊，也应该就是本周吧，对吧？它当然这个时间可能有时差啊，已经是本周，我们现在已经是周一了啊。你可以获得这个就是说奖励积分啊，通过不同的方式啊，包括啊这个就是说这个质押这个比特币和以太坊的这个啊这个质押收益，包括质押 OneCat 的这个代币啊，持有 Bitmo NFT， 包括邀请朋友啊，还有更多啊。所以说。后面的话，这个奖励积分啊，将会用来获得空投，而且白名单这个啊等等等等好处。那几轮白名单下来，一个白名单的话，场外的话，我们之前的话有小伙伴场外一个白名单都得几百 U 啊，几百 U。所以说几轮下来，如果说你的这个资金啊，就是说可能你就回本了啊，就是说你就可以说就是相当于就是白白的你就可以赚到一些啊 ，Bitmo 的这个 NFT 还有 OneCat 的这个代币啊，所以说。这个项目方式非常有格局，而且这个项目我依然坚定的看好，它一定会早日突破前高啊！在这一个阶段是就是你做 DCA 分批套利，哪怕你在这个地方入场都没有关系，因为你在这个地方啊入场的话，你就可以买到更多的代币啊，你就可以买到更多的代币啊。然后它这个大家就是可以在它的这个 Linktree 上面查看它的官网、Twitter 啊、电报啊、Discord 啊，以及这个啊，我们可以去买它的这个代币啊，代币它有可能。会上线 OKX 和币安，而且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因为它的这个热度在这里啊。然后这个比特币的这个 NFT 现在绝对是一个啊非常好的一个抄底机会啊。然后这个 NFT 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NFT 市场最近也是有一波这个啊，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 NFT 市场啊。你像这个比特蛙的话，它的这个地板价已经是0.1级了。你像这个比特蛙的话是0.17啊地板价。那比特猫的话，那0.3、0.5，甚至一个比特币轻轻松松。因为什么呢？因为比特猫的这个 NFT 它是有赋能的呀，这不一样的呀。比特猫的这个 NFT 它是有赋能的啊，你持有比特猫的 NFT， 官方啊会给你空投的啊，而且兴许后面的话，游戏当中啊，你持有这个 NFT。你甚至可以作为入场券啊，所以说现在这个是个价值洼地啊，现在价格便宜啊，确实这个比特币 NFT 是可以囤的啊，然后这个就是头部的一些铭文了，今天这个视频差不多就到此结束了，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告诉大家这个 Blast 的这个提取呢，还暂时还不能提取啊，我一直试了一下啊，一直看了一下，还是暂时不能提取的，但是的话，反正二月的话。还没有这个没有几天了，这几天一定是可以提取的，也就是说在没有 Blast 没有提取之前呢，那这个 ETH 这个它是基本上没有多大抛压的，即使它能提取，那我相信由于这个行情的这个乐观而大家 FOMO 的情绪的存在，我相信在这个突破前高之前4800之前大家应该是不会说有多么大的一个砸盘，因为即使短暂的一个回调那也可能会立马就拉上来，也就是几天的事情所以说咱们这个 Blaster 我们依然可以接着奏乐接着舞我已经邀请了24位小伙伴了然后你可以就是继续用我的这个邀请码，咱们大家可以继续在Blaster 这个 Swap 这个平台，我们可以继续在撸这个积分然后你的邀请码你也可以就是说放在你的这个 Twitter 或者你的这个自己的一些平台上面，你也可以邀请你的这个好友大家可以用我的这个邀请码来进来这个 Blaster， 我们可以接着奏乐接着舞接着舞。那一旦这个 Blaster 这个主网上线之后呢，这个 Blaster 这个这个空投积分呢就不能领了我们现在这边有这个 Blaster 这个你质押的一个积分然后呢这个 Blaster 你通过这个邀请好友，包括你这个你像我质押了这个两个以太的话，在这个 Blaster 上面也是有这个空投积分的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咱们就最后的话我再强调一下，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均为 Chester 的个人意见与心得分享，没有任何的投资意见和建议，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投资风险非常高，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那没有点关注的这个小伙伴，请你一定不要忘记点关注，咱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